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澳洲永久产权私人岛屿非常稀少，本期特别介绍位于塔斯马尼亚州的 Ram Island。 Ram Island 位于塔斯马尼亚东海岸的斯旺西和奥福德之间，从庞特普尔乘坐私人驳船约5至10分钟可达。从岛上出发前往特赖厄班纳约需25分钟车程，到霍巴特国际机场约需1小时15分钟。该岛面积26公顷，坐落在 Little Swanport 河口，享有温和气候和四季分明的特点。岛上风景优美，拥有成熟树木、牧草地及4个适合游泳的海滩。作为富兰克林海峡重要鸟类区，这里是小企鹅等海鸟的繁殖地，还常见袋鼠、海豚和海豹。岛上主住宅的设计与自然环境和谐融合，使用硬木地板、石材色调和抛光混凝土饰面。住宅包括3间宽敞的卧室，每间卧室均提供迷人景色。主楼层的2间卧室配有内置衣柜，豪华主卧室设有步入式更衣室和套间浴室。浴室配备步入式玻璃淋浴、大型梳妆台和深浴缸。主楼层设有开阔的起居和用餐区，中央木质加热系统提供舒适温暖。现代化厨房配有石材台面、优质电器和步入式储藏室。地下层商业级厨房拥有充足的食品储存空间和步入式冷藏室。房屋的大面积窗户引入充足自然光，呈现壮丽景色。主休息室与北向环绕的木质甲板顺畅过渡，提供舒适的娱乐和放松空间。整体设计不仅与自然和谐融合，还确保现代生活的舒适与便利。岛屿完全自给自足，配备45千瓦太阳能发电系统、备用发电机、25万升储水罐和 WiFi。 附属建筑包括4间车库、独立工作室和储藏室，并配有农用车辆和拖拉机。 Ram Island 以其迷人景色和豪华设施，成为家庭度假、永久居所或短期住宿的绝佳选择。在塔斯马尼亚海岸线，这里是仅有的11个私人拥有的岛屿之一，目前售价在500万至600万澳币之间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